太有 style 了，这个直接直接去火化吧。伟哥，伟哥，你为什么老是坚持要这样的一个造型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想说，比较 freestyle， 带给大家一些轻松愉悦。融入我没有轻松啊。我们一直都想要讲，但是又觉得说，哎，人家的自由不讲。是，但你这样，其实你觉得这样叫做有型吗？你觉得？哦，算是那种型男呐，算异型吧，行动困难。那你从以前就这样子的吗？你从几岁开始立定要当型男？对呀，干嘛？就是我想说，走那种颓废啊、颓丧，就说没什么，就说。人生嘛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浮云一样那样子的。那你出门的时候你会刻意打扮吗？还是随便乱穿？还是你都是想过的？就是你刻意打扮之后的样子。有的时候会稍微就是拨一下头发，然后稍微抓一抓，因为头发有时候会痒。不是为了有型，刷头发是为有型，他刷一刷是会痒，太久没洗了。那我可以问你，就是你最近一次洗头是什么时候吗？就是最近因为有那个。因为要卫生习惯最近好，因为疫情，所以说我就会比较常洗一下。大概多久洗一次？就是有的会痒的时候，我就会。可能一两个礼拜才洗哦，因为他会痒，就一两个礼拜。我怎么觉得要访问他全身都痒起来？等一下应该要去洗澡才对。那个上面都会被写说前一天要先洗头，我看到觉得很奇怪，要先把脸都弄干净。对，然后就觉得很奇怪。对，然后我就进去的时候就问说，怎么那么贴心，还会提起这件事情？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先写给伟哥，写给他看的。他认为这样子如同浮云一般的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放浪不拘，洗头我管他呢，头痒。我就洗，我才洗。那他的便装你会满意吗？一起来欢迎伟哥出场。台湾的老婆们，我也爱你们。臭豆腐，滴滴水，好吃。而且，你不是说你出来不讲话吗？你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没有没有，你平常。你就正经一点，这样不行吗？什么臭豆腐？学得像我们这样讲话，这样不行吗？你自然一点嘛。你试看看，你双手贴好，正经一点，好，正经，放松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正经，正经一好。哎，哇，一哥啦，起啦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闹了。好，跟你讲话，我觉得我身上会痒。我现在好想洗澡，你知道吗？说到这个，刚是那个节目很用心，在门口特别放那个消毒的啊，就是为了你。对，他说：“伟哥来大家消毒。”然后看见你来都喷全身的，是不是？很像香水一样那样。你去刮胡子哦？哦，就稍微整理一下，像那个点歌一样，然后跟点歌一样，从修胡子。对，就弄一弄，搞不好真的也去演那个国片啊，跟那个点歌还有那个辉哥一样，嗯，Manga 嘛，对啊，是是是，我们算改造失败了。恭喜他，还没有看照片啦，要看照片。对，还需要干嘛？看一下，怎么改都没用了，因为气质就。照片能成功，因为他没有照片不会讲话。对，照片没有讲话。一层来看他的照片，好吧？来来来来，站到这里。一层照片，立正立正立正，不要动不要动，伟哥不要动。你再做作一点没有关系啊，你可以自然一点吗？自然一点啊，自然一点。这个有一点刷电欧高虾的那个年代，有就是原本是伟哥，其实你可以啊，弄一弄变比较潮的伟哥，潮伟哥啊。你看吧，失败了吧？就跟你说了吧，对吗？弄得多尴尬，多尴尬嘛！曹伟哥想很久，他想很久。其实他左边戴帽，这一只有戴帽子嘛，对不对？左边你这个面相，这以命理学来讲，这叫贫相。哦，对对对，算假郎啦。哦，平常心呐。不是贫穷的贫，贫穷的穷的贫，不是平常。来来来来，我们有两位都是政治界的，对不对？他们都特别注重形象。
你的一些建议，好不好？这个人的行为举止没有感觉，选我一方，很有他个人特色啦，也是很可爱。哎，可是平凡，你觉得你？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光看照片是非常有气质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我来上一下讲话课，哎，学习正经伟做的讲话，我们两个综合一下的话，你就会表达出这个照片。你能不能教他做出可以正经的讲话？跟他问什么？哎，我不要，牙痛，永远都在做笑话课。正经。OK， 好吧，就因为这一个这一身改造，然后你的讲话的一个方式也改造，主要是讲话，对呀，对你这个零检下来直接就验尿了，对呀。如果人家还去当那个反毒的活动啊，你找有人找你去反毒，就他如果画那个吸毒后的样子化妆，回家就被警察拦下了，没有卸妆。零检了20分钟，从摩托车里面到便当盒都打开，便当盒都打开，害我饭都冷掉。没有，就是你没有化妆，我是警察，我也想拦你哦。不是，还有人常常没有改造之前都以为我是那个游民，我就跟他说我不是，我是比较红的游民，游红民。真的是健达出奇的，奇怪，他变装以后有复古 feel， 哎呦，对对，可能这个人行有古风呐，哦，看起来是 Michael， 对，哎，但是我说一句老实话，因为我觉得在照片里面的衣服很有质感，就穿起来好廉价，为什么？因为光的问题啊，光，那很便宜，我们都会给一个评语嘛，他这样子的话。这个的话，我给一个评语，我们四个字，好，我们就写给他，这应该叫金枝古人。对，复古的感觉，对，因为行有古风嘛，对，而且这种黑白的，你将来也 OK。左边，左边，好，谢谢伟哥。伟哥变身日系型男，照片竟然撞脸阿 Kila， 跟本尊说声抱歉。本日查最多的头衔，就决定颁给你啦。